洋人河综合度假城，于2011年开业，为澳门奠定优越旅游度假的新指标。预计于2015年落成的第二期扩展工程，标志着澳门人河将迈向一个崭新里程。澳门 JW 万豪酒店，酒店宴会厅完善配套，一应俱全，绝对能满足各式宴会需求。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气派非凡，是集团旗下首间及唯一一间全套房式酒店。随着新的宴会厅投入使用，澳门人河的会议宴会设施将可容纳3000位宾客。以食为天，星级享受才能够衬托出你的独特品味。澳门人河汇聚国际及泛亚美赞，将引进首屈一指的米芝莲三星餐厅 Bambana。驰名中外的福临门海鲜酒家，澳门丽思卡尔顿丽轩，同埋日本料理餐厅，以及特色粤菜食府、万豪中菜厅等50家国际餐饮选择，缔造无与伦比的泛亚美食天堂。多元极级的休闲体验，令澳门人河成为全新的亚洲娱乐胜地。天浪桃源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工沙滩，空中冲浪池将让你感受前所未有的刺激兴奋及悠哉悠哉的写意游闲。澳门人河将打造崭新的奢华时尚购物中心，独特的玻璃拱顶设计烘托出独一无二的购物体验。200间国际知名品牌将昂然进驻，势必成为澳门名品汇集的盛誉之地。澳门人河娱乐场是全澳门首间以亚洲风情为主题的娱乐场，设计独特，感觉走进世外桃源一样。银河优越会及金门尊上会特设豪华娱乐专区及推广活动，缔造你所梦寐以求的娱乐体验。澳门人河全力创造更多度假娱乐新亮点，澳门人河顶级综合度假城，为多元化享乐重新定义。欢迎来到澳门百老汇，一个让你零距离接触亚洲盛世味的地方，令澳门和亚洲最繁盛的一面一一为你展现。百老汇大街，正宗澳门及亚洲美食娱乐休闲汇集的新地方，澳门最知名地道以及亚洲首次会面的美食品牌，当中包括米芝莲星级餐厅以及亚洲人最爱戴的品牌，绝对不容错过多间知名星级餐厅。重点推介荣获米芝莲一星级荣誉的添好运，以及荣获米芝莲推介餐厅泰潮、皇冠小馆和新斗记。百老汇大街为你带来无尽惊喜。百老汇购物，一个可以让你尽情选购澳门手信和礼品带回家中的地方。百老汇街头表演随处可见，在每个角落都感受到节庆气氛。百老汇舞台，澳门亚洲顶级表演娱乐中心，亚洲最优秀的表演者在这里为观众献上特别的零距离演出。百老汇酒店坐拥河畔美景，为你带来五星舒适的全新专属体验。百老汇娱乐场，澳门首间唯一拥有180度全景的会所式娱乐场。澳门百老汇，路氹最新地标，亚洲星色味，2015年率先开幕。